忘记你会等我，我把手机关机了。好了，没事就好了。你是谁的雨伞？哦，同学哥哥借我。好了，赶快上楼了。哦，吓死了，对不起啦。你叫徐开宇对吧？是。很努力嘛，小心我哥看上你哟。好。薛哥，他从上午到现在一直都在民宿外面看海，目前一切都还好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。好的。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喜欢的人吗？也没有。有一种说法，治疗情商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谈一场不一样的恋爱。哦，这个是我私人号码，下班前打个电话给我，你把明天上午的时间留下来。是真的看上徐凯宇吗？那种看上？你在说什么问题啊？我是要他帮我办事。所以你不是看上他，喜欢上他吗？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错误的资讯啊？我在你办公室外面听到你问徐凯宇说有没有女朋友，有没有喜欢的人，还说什么要忘记一段情伤最好的办法就是谈一段不一样的恋爱，而且你还私下约他。哎，你跟我呢一辈子性向都没变过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太好了。哎，也不是说你不能喜欢男人啦，就是跟爸妈比较难交代而已。哎，我连你出柜之后怎么跟爸妈解释都替你想好了。哎，你这脑子是装什么啊？哪一点看得出来你不是喜欢男生啊？莫名其妙。谁叫你都不交女朋友，人家当然会误会嘛。自从那件事情之后。哥，对不起啦。谢谢总经理喜欢我，但是我喜欢的是女生。怎么跟我没说的一样？我知道罗氏企业的形式都很多不合法，但是不是，就是形式行为是比较自由、比较前卫的。但是这种事情不能强迫吧？我现在懒得跟你解释，但你在我公司上班，那就是我的。不是，总之我刚刚已经讲过我。这位是？照片上女孩，我要你去追她。一定可以找到事业。
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刚刚有没有看到一个年纪差不多30岁的男生在这边喝咖啡啊？